按照老白你去睡吧。太行了，你的粗吗？你的粗的话，把你的砍掉，夹在这里，以后就用你的呗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个题怎么样？看到没？它这里是有个夹子的，你要觉得它的细的话，把你的砍掉，夹在这里，以后就用你的这个。不行，搞东西，要求这么低吗？叫我声哥哥就可以了。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喊你老公呢。这么低的要求。这要是芦荟胶的声音，因为这个芦荟胶它经过特殊的加工，就会变得黏黏糊糊的。把耳机戴一下。哦，所有点事实了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！没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点关注啊！喜欢的哥哥，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送一架飞机哦。圈子的话是每天都会有新内容，目前已经有600多条的内容了。不知道怎么进圈子，宝贝，弹幕里面这个翻六的这个淘淘哪栋门？点他的名字，然后点主页，主页置顶的第一条就是主播的脖子，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脖子，然后再私信一下脖子，会收到一条自动回复哟。全都是不露脸的，只露腿。我最早的时候是露脸的，后来我发现露脸的时候没有不露脸的时候礼物多，然后就不露脸了。现在从去年的3月份就不让露腿了，不让露腿了，那我靠什么直播呀？我只能靠这么脸了，是不是？难道我露个肚皮吗？3-4天涨一分，当然这3-4天你要老老实实的直播，不能有任何违规的时候才能涨一分。但凡你这3-4天有一次被提醒，一次违规了，白养。希望我们直播间喜欢的宝贝可以送个飞车。难的是好难，这简直是太难了。
怎么赢呢？怎么好端端的会难受呢？是不是生病呢？摸一下你的头烫不烫？过来，把头伸过来，摸一下头烫不烫？烫的话就是发烧了。现在是晚上12:40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喜欢的哥哥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送个飞机哦。圈子的话是每天都会有新内容，目前已经有600多条内容了。不知道怎么进圈子的宝贝儿，弹幕里面这个发六的这个糖糖哪动呢？我不懂。点他的名字，然后点主页，主页置顶的第一条就是主播的脖子，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脖子哦。脖子置顶的第一条一定要去看一眼呢。很不错哟，不知道，不信谣，不传谣。好像特别喜欢我看镜头，我看着镜头的时候，你们也是在看着我们，是不是？看起来胸不好看，屁毛不刷是挺多的，不反感白嫖的，不要很反感白嫖的，只要在酒店看直播就行了。但是我不喜欢那种明明是白嫖，屁毛不刷，然后一大堆要求，哎，这不好看，那不好看的，有些弹幕不是说你不管就行了，你不管的话，他就觉得哎，我说的对，然后退一步蹬鼻子上脸。这衣服是新的衣服了吧？
等过段时间我会把最近买的新衣服都拍好。现在不严了，现在基本没有什么需要审核的了。现在是晚上12:51，没有点关注，宝贝点点关注啦！喜欢的哥哥，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送一架飞机哦。圈子的话是每天都会有新内容，目前已经有600多条的内容了。不知道怎么进圈子的宝贝，弹幕里面就会放六的这个糖奶冻们。点他的名字，然后点主页，主页置顶的第一条就是主播的脖子，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脖子，然后再私信一下脖子，会收到一条自动回复。好，好看，里面有好看的，我会在偶尔的话还是会被提醒的，所以不能太久。是在洗衣服。白天刚去工地搬完砖，我的衣服都弄脏了，那晚上就直播洗衣服。
石头是什么鬼？老中医吗？3点56了，马上就1点了。直播间没有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点关注哦。喜欢的哥哥，我操！你稍等一下，2月7号，我好烦呀，我又被举报了。哪个傻逼？一天天的没事干，啊，明天还能播吗？还可以播呀。现在是晚上12点57，没有点关注，宝贝可以点点关注。喜欢的哥哥，我们可以送个飞机。你都有不喜欢你的人吗？不喜欢就算了，还要踩你一脚。圈子我还是每天都会有新内容，目前已经有600多条的内容了。不知道怎么进圈子的哥哥，弹幕里面这个发6的这个淘淘奶冻呢？点他的名字，然后点九爷。九爷置顶的第一条就是主播的脖子，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脖子呢。脖子置顶的第一条很不错哟，一定要去看一下哦。